那这个东西可以干嘛？你知道吗？种草莓。这到底是啥小啊？历年啊，烂东西！哇，历年。哦买回来了，小白鞋清洗剂生态氧泡泡粉，买一送三，特价165块，笑死人！小白鞋泡一泡就可以变白，你信吗？泡你左边那一双，我就信。这原本是白变灰的，灰了吧？这是谁的鞋啊？看好像是打开就是洗衣粉而已吧？啊，我们这侧哦有分温水跟冷水的侧法，他是说泡温水比较好。好，我们直接下去吃，我先给他撒一撒啊。这是热水的小白鞋。不是我的，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准备的。他问他们自己鞋子，然后叫我来帮我们洗吧。好，直接下去哦，这是热水的。这明明就是为了是叫我帮他洗鞋子嘛。是我们是实验，这是他小啊。他要浸泡30分钟。浸泡30分钟哦，这么久。好，我们就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不要说对他不好了，来来，这个再把它泡下去，泡下去。哦，韩老板的钱最好赚。好，我们静待30分钟，就知道他到底强不强。子弹连发的东西好像很好玩一样，那我们先看卖家秀。买回来了，多少钱？1750块钱。究竟有没有像影片里面玩起来这么好玩呢？韩老板马上实测给你看，花钱的坑，韩老板来踩，免费的订阅，点一个吧。什么鬼东西啊，根本就小孩子在玩的东西嘛，更满足不了我嘛，当然是玩真实感的东西啊。像这款游戏 One Robots 有90多种机器人，多达120几种武器，你一个人就可以跟全球2亿多的玩家一起玩 6v6 的实战射击，画面精致又有操作感，超爽的啦！我特别喜欢 One Robots， 因为它可以创造独一无二的机器人，每个机器人都还有独一无二的技能，可以配配你最喜欢的武器。如果你想自己玩的话，你也可以用竞技场的开放模式，把所有的机器人通通都给它消灭掉，这样你就不用再玩这些小朋友在玩的玩具了。哼！现在扫 QR code 或点击下方链接，就送你特殊色的机器人，还有100金币、50000银币，花钱的坑，韩老板来踩，免费的游戏还不赶快去下载？最重要的是 PC 跟手机都可以玩哦。感谢 One Robot 赞助本集播出，韩老板又可以继续当盘子买更多网络商品实测了。鬼东西还要自己捡。好，今天我们来。看我们今天的第二样商品，我们先看 FB 的卖家秀。吓死人！鼻头粉刺一吸就吸出来了，你信吗？买回来了，原价690，花钱的坑，韩老板来踩，免费的订阅。就按一个，它里面有这个放大镜的功能哦，就可以瞧一下你的鼻头粉刺在哪里。来，我们现在有粉刺，感觉不多呢。你很多，来来来，你来实测，来眼镜拿下来，它就是吸吸鼻头粉刺就出来了嘛。哦，很多粉刺，超黑超黑，有没有？这边都是粉刺。哦，有有有，超明显，对不对？有对不对？好，来我们开吸，好吸了，怎么出来？是不是还没洗脸？哎，好像要出来了，哎。可是粉刺已经跑出来了，不是我鼻子现在被看整个都吸出来就掉了，还是要这样再次哈，不是我鼻子现在有没有红红的、啊、有你不要怀疑，就是有还在上面啊，其实主要是那个黑头要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
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它白白的一直出来，有没有？哦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它已经 OK 啊，不是黑头出来，就是我鼻子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它黑头其实没有出来。那这个东西可以干嘛？你知道吗？种草。没有女朋友，然后你就出门的时候先吸两三下。这到底是啥小啊？好，我抽这边，因为它粉刺真的蛮多的。白色有出来吗？欸、有哎、欸，有一点点，一小球。但这边真的有。重点是，你看哦，它的鼻子。还是种草莓好了，多种几颗。这到底是啥小啊？种这边啦。我们成功完成了种草莓了，所以这台种草莓的机器是成功的。里面啊，它这台种草莓可以的，可是它刚刚是只有吸到一点点，它没有真的把黑头粉刺吸出来。对，所以它还是有不实的资讯。所以这个有意义吗？还是我们用的方法错了？请在下面告诉我，合情合理，不可过。半小时变白，感觉有点好小。有变白的感觉吗？那水没有，也没有，这也没有，没有。不要说我们不给他机会，另外一张包拿过来，谢谢。热水、冷水的，我们把前面冲一冲。我感觉起来又是不实广告啊，它只是泡过水，然后溶解掉一些脏东西，但它有白一点点，但没有像它广告说放进去三十分钟拿起来就完全白了。所以呢，烂东西，该让他。再来这样东西看起来蛮厉害的，好像有点水准。我们先看卖家秀。超黏补漏防水胶带，总共189块钱。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防水嘛，我一直想把这个鼓起来变成一个鱼缸嘛。这好像那个啥东西鼓，中间我们再粘一片，一二三。我们现在在干的地，直接加水进去。嗯？太巧啊，怎么漏这么快啊？再给他一次机会了哦。你要贴这么多是不是？对，可是这样防的吗？还是我们对他太严苛了？我们先看看这样可不可以啊？来加水，来来来来来，其实有，来，如果整个都粘住的话是可以的。其实它这样子绑就够了。这个假设说我们今天好，我们那个桶子破掉了，它这个贴住，它是真的可以。哦，你说绑住水，单贴一面就对了。对对对对 对, 对，这边有一个洞，我们直接测试就好了。水管这边有一个洞，我们不能这样子诋毁别人的产品，我们还是要真正的实测嘛，对不对？那防水效果天晓得是好还是不好？加水。已经准备要过线了，好，过了。因为它有粘性，我们就把它稍微做加压的动作，压起来。那你这样摇看，旁边这个就很完美啊，你看，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。对，完全没有的。然后他说可以重复使用，是不是？对，撕掉再用没问题。来，哦，真的是会漏的，真的。再贴回去，就不漏了。再测试哈，用过的再贴上去。胶因为有胶，所以你可以用力的压它。好，给它擦干。这好像真的可以耶。这个可以。哎呦，给过。我现在怎么还有火吧？应该。想冲击翅膀，我最爱吃。120度的高温，这绝对超过120度了。只要没有火灾的现场情况下，再怎么热的天气，它都是还蛮 OK 的。防水胶带给过。这个如果说你家里有用到的话，需要粘什么东西？你啊，有够烫的。用得到的，好，自己去买，这个可以接受。哎，哦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样产品，感觉以前看到过，但一直没有很相信。这个也是网友们发讯息给我们，让我们想要做实测的东西。我们先看 FB 卖家秀。手机信号不好都困扰吗？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款产品，在地下车库、山区、工地，手机信号都有很大的提升。来，这个手机信号增强贴，买一送二799，虾皮一次买三个481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做实测，号称4G 可以变5G 的网路，我们直接测，现在是4G 的网路，开始下载3Mbps，上传，而且你上传还比下载快，到底是他妈几个意思？背面贴上去，见证奇迹时刻要来了，3535，记住，我们再测一次，我稍微跳一下哦。二变三，哎呦哎呦，是啊。其实小伙伴们啊，
我们看都不用看，三跟六只是刚刚测出来数据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们还需要再测这个东西吗？这个是 Apple 的哦，安卓也有可能。我们用安卓的，用安卓的哈、哦，我们换安卓系统的，直接测试5G 的网路，这是我们连 WiFi 的速度。下载接近300哦，303，上传应该是100，哦，我们上传有这么快哦？好，我们直接用 WiFi， 然后安卓机测试，目前得到数据是下载303，上传228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他说贴哪里都可以吗？对，再重新测试哈。哎，哎，哎，349，303228，现在变349249。怎么可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试一次就知道了。把它撕下来哈、哦。这样还比较快。我们现在是没有贴的状态，现在是没有贴的状态。387235，再来。347243，我觉得应该是里面有人在用网路啊。贴上。测到已经不能再测了，今天已经测完了。错。由此可知，你只是多了一片贴纸，也许有一点点用处。可是它4G变 5G 就真的有点好小，它就是在一张贴纸上面，它可能是某种材质，然后绣了一些电路板的感觉，太好小了。如果你4G 直接变 5G， 那业者要干嘛？他干嘛还花钱搞那么多 5G 基地台？还是拿回家给小朋友当贴纸玩就好了。哦，想贴哪里就贴哪里。4G 变 5G， 说不定你贴额头，你就可以接收到外星来的信号。没有办法。我感受到生命的起源，我感受到宇宙正在爆炸，这一期乐透恶爆。有中了，在私讯告诉我。你你啊，烂东西！我你你啊！哦，小心！感谢记者讲，你有分享。花钱的坑，海老板一直在踩。免费的订阅记得订阅一个，希望下一次还有更好的商品让我们实测。今天还这里，明天还是怪他们的垃圾。哦，手机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没有了。这次可以，要不要？哦，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下一次让我记得让我摔掉你的手机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竹山深山里看一下贴那个手机贴，现在有讯号吗？没有，太有用了吧？太棒了吧？请大家千万不要尝试除粉刺的那个机器。Oh no！ 两天了，今天已经第三天了，击败。